如果 Rose， 天猫cream太贵了，你舍不得用是不是？哦，不是沙镇，因为我的脸比较容易过敏，所以我不能随便擦 cream， 我就一丝一丝擦在鼻子跟脸上，一丝一丝随便擦。你把我这边当 spa， 高雨度 ，Yes， 沙镇。Riku 小心，你现在是青色的 panda 还是僵尸？我沙镇，我还以为我要把我的眼镜画上去。画你的眼镜啊？高雨度 ，Yes， 沙镇。Riku Pepper， 你今天是来拍戏的，是不是？其实反正你这样说也没有错了，我有个节目叫 Pepper's Makeup 101， 你应该有看过吧？这个叫 Contour， 我是 Makeup Guru 来的。什么节目？ Pepper's Makeup 101。101。Go and redo。你们全部给我听好，接下来做 camouflage， 你们只有10分钟的时间，听到了没有？ Yes， sergeant。做 camouflage 只用3分钟，今天给你们10分钟，算非常仁慈了。Good。Riku Farah， 叶子很贵是不是？沙镇，我们要环保，沙镇。打仗还什么保？保你自己的命比较重要啊。Go and redo。Yes， 沙镇。莫名其妙。Riku Rose， 不错。Thank you， 沙镇。我来这片森林那么多年，我没有看过一朵花，你竟然可以找到这么多花。没有，沙镇，其实你要用心找，这个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花。你把自己插得跟 Gardens by the Bay 一样，一看就知道是假的。Go and redo。Yes， 沙镇。Riku， 小心，今天来卖椰子水啊？是 Pepper 教我的。来，我问你，椰子长在哪里？长在树上的。你有没有 common sense？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Riku Pepper， 在这里。Riku Pepper， 你在哪里？这里，沙珍。你可以告诉我你今天是什么概念吗？沙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camouflage， 你都看不出， enemy 更看不出。OK， 你现在听好， enemy 来了，给我跑！ Yes， 沙珍。你给我站起来。不要碰他。很好嘛，我再讲一次 ，enemy ahead， fall in， retreat， OK， ambush， 还有什么问题吗？
Yes, recruit paper. Sergeant, 现在是21世纪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手势哎。不需要手势，那你用什么？我和小新是 section mate， 也是好朋友，心灵相通啊。我们只要用眼神就可以交流了。哦，用眼神啊。嗯。OK。前面有敌人，小心点，看着我的眼睛，听我说，现在我去左边，你去右边，我们设下埋伏。喂，你不要玩了，我是跟你认真的。Job. Recruit Baron, Recruit Farah 做得不错。Thank you, Sergeant. 来 ，Recruit 小新，告诉我，刚刚 Recruit Pepper 跟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Sergeant。Recruit 一宽，你要配合你的 section mate 做 tactical movement， 不是一个人当 rainbow 在那边耍帅、啊。Sergeant， 我不需要 section mate，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Army 不需要 rainbow。Downton， Pegasus， 后面是你 carry on， Sergeant。Carry on。One， two， three， four。哇，他真的很厉害耶！如果我们真的打仗的话，他一个人就行了。你没有听 Sergeant 骂他。我们要的是团队精神，不是 rainbow。可是 Sergeant On 看起来好像很欣赏玉坤一样啊。对呀、啊。哎，嘴巴是在骂他，可是也觉得他很厉害。哇，如果我也可以这样表现的话就好了 ，Sergeant On 一定会对我另眼相看的。是是，说不定你有机会拿 best recruit。不可能，有没有搞错啊？我不要跟他去打 paintball， 我跟浩克已经不是朋友了。青衣，你不用这样做。好好好。这一次是给你面子啊，不过我跟你讲清楚，不要跟他一队。好，那明天见啊，拜拜。米高，你要我们去？去，当然去啊！我们当然要去啦，这是我表现的好机会。来吧，我不需要泼你冷水，但是你那枪法好像真的有点不好。如果明天玩拼包的话。难道你要看到你有多不好吗？所以要你们去咯。对呀，明天我们是去演戏。Yes！ 你们想想，我们玩 paintball 的时候，你和 Rose 就加入另一队，我和你们对打。明天就会看到你的精彩演出了。Yes！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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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也不用太紧了，大家活动不开。你呢？
我的还好吧。这边什么手啊？很像有点抽。建东。Hulk。你怎么来了？哎，你不要生气啊！昨天你说话那么大声，我们都听到了。所以，季怡，我朋友 Peppa 可以加入吗 ？OK 啊。好，我跟你一组好吗？你看我的，你们哪里受伤啊？啊，哦，你干嘛？你还好吧 ？OK 啊，没事。还会痛吗？小事。好。何心怡啊，刚才真的对不起啊。我是想开枪打敌人的，没想到会误伤了你。你没事吧？你刚才打成那样还叫误伤啊？我没事。你都知道我的枪法是多烂了，如果真的想开枪打他的话，我怎么会打得到？我们还要去看戏，先走了。那慢走啊。阿米哥，我没事。我们走吧。你们要吃什么？吃牛排好吗？现在群里很辛苦，我们应该奖励自己。嗯，好，走吧。嗯。嗯你来找我啊？嗯，我没事啦。真的吗？真的啊，是我活该啊！他是我的队友啊，我哪里可以开枪打他呢？我没事，你不用担心了，我 OK。
去哪里？去吃东西。不要。总好过一个人在家哭，对不对？走。他跟何心怡才几年的感情而已，最多也只是一年。一年，你我和好，从中学到现在，十一年了，他就这样对我开枪。他以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对我呼呼喝喝的，连注意点的话都不跟我说。现在分手了，就好像陌生人一样。我这么辛苦当兵，到底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但是他一点感动也没有。男人为什么都是这样啊？分手后就这么绝情？我不是早就告诉你，彻底把他忘了吗？你说很容易，有多难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说忘记就忘记。他不是做到了吗？说是要安慰我的吗？Hello， 你是拜访队吗？我们是你的 fans， 我很喜欢看你的 vlog， 可以跟你拍照吗？可以啊，谢谢，加油，我们看好你拿到 best recruit 的。我也可以跟你拍照吗？你是拜访队吗？我们也是 MS 的。Pepper， 可以帮我签名吗？我也要，我也要。Pepper， 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也是，我也是。Pepper， 我很喜欢你，我有看你很棒，很 inspiring 哎。所以啊，我也想当兵。里面，你的超超和我超超，每天都骂人的。小屁小屁。加油，妹妹，加油！有这么多人找我拍照签名哎，那你要更加努力了，他们都希望你拿 best recruit。 当然了，他们对我的期望那么高，我是不会辜负他们的。喂，请问你现在这么红了，有什么样的想法？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 Why？ 因为呢，一个月前我的 video 只有一个 view 哎，一个 view 哎，所以现在就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超不可思议的哦！如果我这个下去的话，可能我真的会成为新加坡人气 number one influencer。到时你不要忘了我。你是我的 brother， 我是不会忘记你的。我记得了。给，你的粉丝真的这么说啊？对。那次一坤一直叫我 stupid influencer， 但是他错了，他们是因为看了我的 blog， 所以要当兵呢。Amigo， best recruit， 靠你了。Excuse me。哎，等一下 ，Urban WiFi 的时候，我就学一坤做 rainbow。等一下，三人一组，一起行动。我们的目标是拯救人质，攻击恐怖分子。大家需要互相配合，运用我之前教你们的 tactical movement、 urban combat survival 还有手语，整个过程我要看到团队精神还有随机应变，知道吗？ Yes Sergeant。 Yeah!
女仆陪伴你搞什么鬼？一个人冲进来，人质全部被你杀死。有什么话要说？可是上次玉坤，玉坤吃屎，你要不要吃？你们全部给我听好，我要的是团结一致，不是人包。什么叫做 teamwork？ 就是一人犯错，全体受罚，一起受罪，一起吃苦。同样的，我们一起胜利，一起欢呼。军队不需要 rainbow， 需要的是团队合作，明白吗 ？Yes, Sergeant。听不到 ？Yes, Sergeant。Rainbow 杀死的不只是 enemy， 还有无辜的市民，还有无辜的我们呢。Sorry 啦，我看你以后还是不要 Rainbow 啦，以后哪里还敢？你们最好省一省你们说话的力气，等一下还要跑 2.4。大家要谢谢 Recruit Paper， 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 teamwork。Sergeant， Yes， This is not fair。我们又没有犯错，为什么要惩罚我们？萨珍，其实你说的没有错了。我有一个节目叫 ……Oh no， sorry， OK。李坤坤，你要配合你的 section 妹做 section move， 不一样。对不起，导演，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再重复一次 ：Enemy ahead， fall in。Retreat, ambush， 哎，不是 ambush， 被搞混，这边看到他在 retreat。